好莱坞系列电影《限制级战警：终极回归》于日前在比佛利山庄举行电影发布会。本部作品继续由冯迪所领衔主演，甄子丹、吴亦凡也在片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吴亦凡并非第一次造访洛杉矶，他坦言十分热爱洛杉矶的天气和文化。吴亦凡十几岁从广州移民加拿大温哥华，十八岁前往韩国 SN 音乐公司接受培训。2012年以来活跃于亚洲娱乐界，此次他与冯迪索的合作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冯迪索曾多次表示，在电影拍摄期间与吴亦凡一见如故，在音乐以及电影方面，两人也有诸多共鸣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吴亦凡也表示，与冯迪索兄弟情深，惺惺相惜。